我又来拆榴莲盲盒了，上次不咋成功，我看过今天买这个啊，今天涨价了，没有上次便宜。你行吗？我行吗？我老行了，我是感觉这次的应该比上次强，一半半拆。哎，这块砖你扎不好了，都给你扎疼了。要重点。一分啊！哎呀，这个真好啊！一分。哎呦，这种你看看着，这我挑的就是好。你可拉倒吧，这是不是我挑的吧？我挑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挑这个的时候，人旁边那个大姐一面瞅我，她就想要我手里这个。那没给人家怜香惜玉啊。在榴莲方面，我决定我不退了。看看。哇，三分。其实最好那盘感觉皮儿特别薄，我他妈没熟这块儿，是吗？啊，这个真有点没熟。还有最后一盘，这盘干啥呢？尝熟没熟？熟。嗯，啊，真好。这盘这盘可真大呀！来不？拿回去另一个方面。拿走，拿走，拿走这个。你拿这个，我把那个拿走。看看，这一盘这些，一个榴莲花了126。哎呀妈，尝一个。嗯。为什么还有点苦啊？快吃不？因为我吃。嗯，这回比上回贵，不会小啊。